近日内地社交平台流传一条面试问题，话某一间大企业请产品经理，面试官向应征者问怎样将倒入大海的牛奶拎翻，很多应征者想了千奇百怪的各种回答，包括是将海抽干，但其中一个人就说没必要在乎一时的拎不拎，只要最后能够有效地在大海回收那杯牛奶的价值，就算是拎翻牛奶。面试官对这个回答很满意，还即时将它录用。面试官说问题的核心不在乎在牛奶和海，而是考验应征者的逻辑思考，以及面对不可以逆转的错误时会怎样去处理。但有不少网民都认为这个问题未能够真正考验应征者在职位上可以发挥的能力，还说出这种面试题的公司我都不想去，怎么都有些扮演，面试是双向的选择来的。